追平了，还但是可能运气也是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。不过我把自己打了差不多七八十分了，这也是我唯一一场国家队国际赛进球，对啊。然后只是那球刚好也是有跟上，对啊。然后俊清刚好有传得很好，因为那时候也是本来打算几次，然后刚好带过去的时候就看到凯俊有插上，然后就想说传球给他，上去觉得很兴奋，因为有那么多球迷，其实球迷多反而对我来说是帮助，对，跟想象差不多。可是我觉得我们的强度跟他们是可以抗衡，就是可能体力跟节奏上还没有他们经验这么好，对。我觉得经过这一场比赛，我就是看见大家的进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当亚克力进那一球，我一直觉得我们会赢，我一直坚信，但是足球就是这样子。我觉得我们大家真的很棒，就是在战术上面、防守上面都做得很好。虽然有一度领先，然后落后又再度领先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进步的空间。最后结果不是很理想，不过没关系。足球就这样，因为这是就是主场，人家主场优势40000人，看看，我们才几个人，对呀、啊，对吧？所以没关系，我觉得你想要越来越好，你必须要靠比赛，然后国际赛来吸取经验，对吧？然后为了台湾足球吧，每个人都要努力，我也是。有点难过啊，就是被打爆了，4-2。没有话说，尽力，我真的尽力。或许有些球，我的决定再更快一点，或许会不一样，整个结果就不一样。所以我觉得，他们的球风也是很快速的。所以在台湾，我真的希望台湾有职业联赛或者什么，但是就是能够让我们适应高强度，不然有时候会有落差。但是我觉得，好，这些都不是借口，但是真的有差别。我觉得如果能让我们适应高节奏，让我们的守门员判断可以在更快更敏锐的时候，或许球赛就不一样了。我觉得进步非常多，因为照理来说我们
好像前几站都没有进过泰国的门，对。然后我觉得，因为我们对伊拉克有进球，然后对泰国、越南都有进球，证明我们还是有实力进球的，很兴奋。然后希望哪一天台湾也可以这样，对，这样主场的球队一定会特别就是卖力，对。对，大家都很努力了，就是你还是没办法能跟队友一起拼到这，还蛮难过的，蛮谢谢队友的那个，就一起大家努力到最后这样看，真的很感动，对，谢谢。毕竟这次是突然打左后卫，是在集训前开始去慢慢适应，去了解那个他们该怎么去站位，然后教练也教我那个如何去做一些防守那些。这次大家很努力啊，只能说是把握性吧，对方把握性比我们高，加上在人家主场，对吧、啊？大家这次表现都很好啊。我觉得比较可惜吧，但是虽败犹荣吧，应该是这么说吧。但是我觉得台湾球员还是欠缺于自信吧，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好，只是没有那股自信。因为其实在客场，东南亚的客场其实是非常非常难打的，但是我们又先进球的优势，只是我觉得还是太过于年轻吧，球队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赢球的时候该怎么踢，还有客场的时候该怎么踢。因为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些比赛的经验吧，但是我觉得目前的中华队其实一场比一场好了，但是我希望这个可以一直延续下去，对啊，然后球赛已经过了，对啊，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往更远的地方看吧，因为我们越来越好，对啊，好好加油。I think the referee was not really on our side because there's two situations where I think we could have a penalty and on the fault on Howe and the handball at the end. So yeah, I need to put, sometimes you need to put pressure on the referee and feel that he made a mistake. And he said to me, yeah, I saw that there was handball. So, but yeah, it doesn't help.It's a pity because after 65 minutes it was still 2-2, so I think Thailand was a little bit scared, you know. So we compete with them for 65 minutes and this is already, I think, a victory. And we are this kind of games where you improve a lot. That's why we did.Goal, very happy.But no win, no happy. In the next game, win, fighting. Okay, okay, 加油 ！Thank you. 一开始我们在赛前会议的时候，我们也有特别的强调说，我们要，能够进球，就是能够把握定位球。当然，我们在一开赛，趁对方还没有在注意，集中那个注意力还没有集中的时候，那我们刚好一个角球，那亚基又顶进去了。当然，这个整场的一些这个过程啊，我相信球员们，我相信全国的球迷朋友们也没有想到，也可能不会想到说我们那么早就进球了。那当然这也是一个历练啊。那所以说这整个过程，我觉得我们真的还有进步的空间啊。那我希望我们的中华队能够越来越好啊，兄弟们也能够累积一场一场的经验，把它累积，因为我们这批年轻选手还年轻。能够把它累积经验，也对我们国家队以后都有帮助。大家好，我去调整。我们17号在台湾还有一场我们主场。有没有你？有。大家一样啊，大家难得，大家都有革命情感，我们还是要拼到最后，一兵一卒。了解吗？了解。像大家一样，互相勉励，我们没有输了。我们没有输，哦，我们差的就是我们的比赛比较少，经验比较少而已，哦，要不然我们各方面我们都是 top 的，啊，希望每个人都发挥每个人的优点，哦，希望大家加油，哦，